好啊，孙儿啊，你知道这面前这座楼就是有名的钟楼啊，它是为了纪念东吴大学创始人林乐之先生建造的。我们今天的建筑课就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苏州园林中的建筑。有一句话这么说，不出城壤而获山水之宜，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。那本书啊，那本书你看不懂，这是大人看的。爷爷带你去看龙珠赛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过几天留学回来，也要回苏大教书了。